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演讲，Teaclave 安全并应用的隐私计算平台。我的名字叫孙明生，我来自百度安全和 Teaclave Community。今天我主要介绍一下 Teaclave 开源项目，它的背景，介绍一下现在的 Teaclave 项目的状态和 Teaclave 的一些 highlights。最后我再介绍一下 Teaclave Community 的一个情况。欢迎大家了解TKL 项目，并且贡献 TKL。好，我先介绍一下基本的一些背景。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共享、数据价值、数据资源整合、安全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所说的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云计算、边缘计算、区块链技术等等，都存在着数据隐私保护的一些需求。当用户的数据、隐私数据在进行分析、建模等等这些任务上之上时，如何保护用户的数据成为一大难题。并且这些数据和算法可能会在公有云的这些基础之设施之上，可能会存在一些信任的问题，包括模型和算法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所以我们所知道的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数据流通、计算以及安全的需求，隐私保护技术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打破数据的壁垒，解决数据孤岛的困境。隐私保护技术我们又把它叫做安全计算。那什么是安全计算呢？如其所示，安全计算提供了一种可信且安全的一种隔离的执行环境，它可以是一种执行环境，也可以是其他的种方式提供，即这种客户端和服务提供商对于平台的提供商完全不信任，但是呢，又可以通过某种技术方式有效地解决数据和模型的机密性和完整性，进行数据的交换、分析、建模等等的任务。那安全计算的实现的技术有多种多样，比如说多方安全计算 （PC）、联邦学习算法（federated learning）、差分隐私 （differential privacy） 以及可信执行环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TKL 项目呢，主要是基于可信执行环境 TE，那么在这里我就重点介绍一下 TE 的一些实现细节。TE 是由芯片厂商提供的拥有硬件隔离、内存加密、远程认证等的安全能力的一种统称，我们把它叫做可信执行环境。那么，实现的芯片厂商，比如说 Intel 的 SGX，ARM 的 TrustZone，AMD 的 SEV，以及最新 ARM V9 的CCA Confidential Computing Architecture，RISC-V 的Keystone 等等。但除了一些芯片的提供，各大云服务提供商也有相关的这些云服务提供，比如说Microsoft 的 Azure、Google Cloud、IBM Cloud 的，它都有相关的服务。那什么是可信执行环境？那可信执行环境通常它又是什么样子呢？在一个可信执行环境中，我们通常把一个应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可信的，一部分是非可信的。也就是图中的蓝色和红色的部分，在非可信的非可信就是 app，它的数据和代码都运行在普通的世界，就是非可信的世界，可能会存在malicious 的OS 或者是 hypervisor 去偷数据代码，但是可信环境和安全世界中的代码和数据就不能被恶意的，比如说服务提供商窃取，这就是可信执行环境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一些保证。除此之外呢，还有远程认证来
证明你的数据和代码确确实实是在可信平行环境中执行的。那么我们看一下隐私安全计算的现状与趋势。当前呢，各大公司都在加速的布局隐私安全计算的技术能力和产品，希望能够抢占新的赛道先机。这里我主要截取了这个 Edgeless 公司统计公布的，基于T 的就是可信执行环境的隐私安全计算生态一览图。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隐私安全计算是新兴赛道，技术难度高，各家公司都开发了众多的项目，为了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就是不断的降低使用门槛，为客户提供安全易用的平台。那么在这个图中可以看到，百度、微软、Google 最早加入了这个赛道，构建了基础设施 SDK。而后来的加入的 ARM 也在我们开源的项目这个 Teaclave 上开发了 Vera Cruz，继续完善隐私安全计算的生态。所以呢，在这种降低门槛、平台化的趋势下，我们提出使用函数即服务的这种成熟的模型，作为平台直接提供面向有隐私安全计算用户需求的用户。提供这种多方安全计算啊、隐私保护啊、机器学习等等能力。那么，我们了解了隐私安全计算的现状以及背景知识之后，我们需要面临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开发者有强烈的需求是想要直接使用隐私安全计算平台，而不想去关心更多的技术细节以及了解它的安全的一些保证。那么我们想要提供的隐私安全计算平台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开发者只需要关心它的敏感数据、业务逻辑，把这两项内容搞清楚之后。隐私安全计算平台就能够在它的平台当中进行服务的管理、存储、然后计算，把结果给到用户。这就是一个我们定义的一个医用的隐私安全计算平台。那么实现这个隐私安全计算平台呢，我们使用了这种 function as service 的接口。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Teaclave 的平台。那这里我就进入正题，简单介绍一下 Teaclave。Teaclave 呢是全球首个，但是也是现在最 popular 的一个通用安全计算的平台。它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隐私数据的计算，然后让这些安全计算更加的简单。Teaclave 主要基于安全硬件的安全能力，比如 Intel SGX，确保敏感的数据在可信域外隔离离岸的这些场景下安全可控的流通处理，分析，不用担心隐私数据的泄露和滥用。同时啊，我们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function 来支持多方参与的联合计算，来打破企业和组织之间的数据孤岛。Teaclave 项目呢，原由百度研发，在2019年7月开源并进入阿帕奇软件基金会中孵化。我们也 follow the Apache way 的开源模式。主页呢可以看 Teaclave 的 Apache 的 org。现在我们项目有三个子项目，一个是 Teaclave 的 Function Service 的 Platform，另外一个是 Teaclave Rust SGX SDK 以及 Teaclave Rust TrustZone SDK。Teaclave Function Service 主要有四个大亮点，安全功能性。Teaclave 平台提供了这种函数即服务的接口，大大降低了使用门槛。
平台中也实现了众多的内置函数，比如机器学习算法、多方联合求教、加密计算等等常用的功能。除此之外，开发者还可以使用 Python、WebAssembly 等等自由的去来编译或者是Translate 函数来提交到 Teaclave 平台中执行。与传统的 Function Service 框架不同的是， Teaclave 提供了灵活的多方参与的计算接口，可以大大简化这种多方参与的安全计算流程。安全性， Teaclave 使用多重的安全技术保护了。我们使用 Intel SGX 基于硬件隔离、内存加密、远程认证等安全的技术保护等安全技术来保护数据隐私计算的任务。不仅如此，我们为了避免内存安全漏洞带来的安全风险， Teaclave 还使用了 Rust 作为内存安全编程语言去编写。易用性，我们 Teaclave 提供了便携的一些部署方式，在本地云上以 Docker 的方式进行部署。项目还提供了非常完善的接口，客户端 SDK、 各种语言的客户端 SDK、 命令行工具等等，帮助开发者使用平台的一些功能。然后还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文档Getting Started Document 供大家阅读。最后一个就是灵活性。Teaclave 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组件和服务框架的灵活性，其他的项目仅用少量的修改就可以使用 Teaclave 中的各种组件。比如说可以使用 Teaclave 远程证实的库作为第三方的依赖库，或者单独部署 Teaclave 中的某种服务，比如说数据库服务等等。当然，开发者还可以使用我们的 Teaclave SGX SDK、 Teaclave TrustZone SDK 来构建全新的SGX 应用 TrustZone 应用。刚才我说了，我们的开发考虑到内存安全在可信执行环境中的重要性，我们使用了内存安全的编程语言 Rust， 既保证了内存安全，又能保证执行的效率。它 Rust 提供了非子状的 type system 保证内存安全，静态的编译，并且提供了非常小的运行时。Rust 也有很多和云就有云服务相关的库， Rust community 也非常的 helpful。这是我们为什么选择 Rust。那下来我们看一下Teaclave 函数及服务的接口和工作流。因为Teaclave 提供了这种 function service 的平台，那么我们考虑用户只需要考虑需要运行什么样的 function， 以及它的业务逻辑是什么，以及最终这些隐私计算的参与方有哪些。主要是三方面： function、 data 和 participants。那安全计算的任务的提交的工作流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向平台注册什么样的敏感数据需要去计算。第二我们要注册函数以及函数的参数，就是什么样的数据将什么样的函数将在这个数据上面执行，以及输入数据的格式等等。第三步就是创建任务以及审计这个任务，保证这个任务不会泄露任何的隐私数据。第四就是平台会帮助执行任务，在这个可信执行环境中，然后把任务的结果返回给用户的客户端。这就是服务的主要的接口工作流。我们还提供了一些 API， 比如C、Rust、Python， 甚至Swift 的SDK 的接口。
那么，如果你比较关心我们 Teaclave 服务当中的一些 internal 的实现呢，我们其实是有8种不同的服务。前端有这个分，我们把它服务分成3部分，前端的服务、核心的服务以及 worker。前端服务主要负责和 client 打交道，包括这个用户的认证以及用户流量的转发，认证后的转发。那么核心服务主要有4个：存储管理、access control 以及这个 task 的 scheduler。那么这4个服务都是 TE 中执行。Storage 服务主要是一个 DevDB 的实现，Management Service 主要是对于一个请求的 Access Control 的这个分析，并且转发。Scheduler Service 会定时的把需要执行的任务 push 下来，然后最后 Execution Service 会把已经准备好的 task 拿下来之后再执行，把结果写入数据库，最后给到用户。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function as service 的服务的实现。然后我们的 execution service 因为提供了非常 flexible 的接口，那么不仅是 SCX，其他相关的 TE 的环境也可以接入Teaclave 进行执行。我们所有的接口都是由 protobuf 定义，RPC 是为了保证，这个可信执行环境的安全性，我们使用了这种 attested TLS，就是包含远程认证的 TLS 的通信接口，来保证，通信中的任何一环、任何一个服务的安全性都可以进行远程的认证，来保证数据和代码的安全性。简单来说，服务的接口有以下的几类：一类就是对于前端的这个 ID credential 的一些authentication；另外一类呢，就是 frontend 对于不同的 request 的转发。中间的话就是 management service 对于这个 task 的 management access control 及persistent 的。Scheduler service 就是对于不同的 task，对给不同的这个 execution service 的这种转发，然后 execution service 通过这个 subscribe 和 pull task 的模式进行这个 task 的获取和执行。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Teaclave 的代码，我们有一个非常详尽的代码库的一个介绍，这里主要是介绍了不同的服务的这个位置以及不同的 library 组件，比如说 RPC，我们的这个 proto 的一些定义的地方，还有configuration 的library。以及application 和 enclave 之间的 communication 的 library，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等等等等，我们还提供了非常多的入门的文档，如果你想尝试使用 Teaclave，可以阅读一下 my first function，或者是 write function in Python，how to building functions。如果你想了解 Teaclave 整个的系统设计以及内部的结构，建议你读这些 Threat Model、Mutual Attestation、White Hat、Access Control、Build System、Teaclave Service Internals。如果你想贡献项目，我会提供了 Rust Development Guideline 以及一些 Development 的Tips 来帮助你更快的上手编译这些Teaclave 的 Service。最后，我们在每一个目录下面都有对 library 的代码库的介绍，在线文档可以在这个 TQL Apache 的 org docs 看到。最后我主要介绍一下 TQL 社区的和 TQL 项目的使用情况。
我们 Teaclave 社区支持了多种类型的用户。第一种是这种平台的用户就是直接使用我们 Teaclave function and service，还有就是服务的模块的使用，比如说使用我们的这个storage service 的这种用户，还有 TE library 的用户，比如说使用因为在可信执行环境中，第三方库的移植、维护、审计尤为重要。我们 TKL 生态提供了上百个 Rust 的第三方库，比如说密码学库、科学计算库、机器学习库等等，丰富了这个 TKL 的生态。然后这些库也驱动了其他基于 TKL 开源项目的发展。除此之外呢，还有直接使用我们 SGX TrustZone SDK 的用户。那除此之外，TKL 开源生态也支持着多种商业产品，比如说基于TKL 开源代码，百度作为平台的服务提供商也提供相关的产品。还有我们也和学术界进行合作，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所以我们也与其他的开源项目进行合作，进行这个 integration，那么这就构成了我们 TCLAVE 社区以及 TCLAVE 用户的一个这个生态。那么由 TCLAVE 驱动的项目，有各种各样的开源项目。包括这种在 Confidential Computing Consortium，也就是 CCC 的 Vera Cruz ARM 主导的 Vera Cruz 项目，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Fala Network、Secret Network、Enigma、Rust、Anonify、Substree、Crypto 等等、Layer X 等等这些区块链的项目，还有呢基于TCLAVE SGSSDK 的 Oaklone 这个蚂蚁的这个 LeapOS 项目，这些项目都在不断的支持贡献着TKL 整个生态的项目。这里呢我也想简单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个项目，就是Enigma 开发的一个 Safe Trace 的 COVID-19 Self-Reporting with Privacy 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由 TKL SGSSGX SDK 驱动来进行这个 COVID-19 的这个contact tracing，来保证通过收集并且处理用户的地理位置的信息，来进行这个密接的这个人员的通知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比较好的案例。最后呢，我就放一些information 来和 TKL 相关。那么如果想要关心我们 TKL 的项目的发展以及我们最新的一些规划，可以关注我们的邮件列表。我们在每个季度的每个月的最后一周的北京时间的周五上午会有一个 meetup，online 的 meetup。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订阅邮件列表来接收这个 schedule。那么其他的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 follow 我们的 Twitter 账号。代码库的话可以看我们阿帕奇 Incubator TK 这个主项目的代码库。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贡献者，可以在 Contributors 下面看到贡献的列表以及我们的 Mentors。最后呢，欢迎大家使用以及贡献代码。谢谢大家，这就是我今天的演讲内容。